Welcome back to Blind Kitchen， 欢迎回到 Blind Kitchen。看到后面是宝妈吗？看到后面是在哪里吗？好，今天呢我就不煮菜了 ，OK？ 今天呢我要去吃午饭了，走，今天去看我吃什么午饭。我就是在 G Hotel Kelawai Road，OK？ G Hotel Kelawai Road 是新的一栋的 building 的啊，不是旧的哈。G Hotel 在 gurney 的那间已经关了哈，现在呢？我是在 G Hotel Kelawai Road， 现在呢我们要进去里面了，后面就是我的 restaurant 了， OK， 我要去吃 buffet 了。那我就是在这边呢 The Spoon 在 G Hotel Kelawai Road， OK， 今天呢我们有吃 buffet， adult 呢一个人是128，然后小孩子呢六岁 below 呢是不用钱的哈，然后如果是六岁以上是 half price， 然后老人家是89.9。好，现在我们去吃 buffet 了哈。哇，你看到这么美的 wasabi， 就是知道我们在哪里了。我们就是在 Koka。今天呢有什么呢？有虾啦，有小龙虾啦，有 scallop 啦，还有 mussel。哇，全部都是很新鲜的。All these are the fresh seafoods from the Koka， yeah。然后呢，接下来呢，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在哪里呢？就是在热的植物啊 ，the hot cut，OK，hot cut 里面有什么呢？有很多，你们自己慢慢看，好吗？看了那个 hot cut， 看了那个 cold cut， 冷的跟热的。现在我们要看漂亮的 dessert， 哇！你看美丽的 dessert 全部都在我的身旁哈、哦。All the beautiful dessert you can see so colorful, right?刚才你们所看的全部都是在 indoor， all are from the indoor。 Now I'm an outdoor section。 What we have for the outdoor sections is the barbecue。 OK， 我们有沙爹啦，这个是 outdoor 的 section 啦，我们有沙爹啦，很多人巴很巴 local 的那个kuma chicken 啦、哦、好好吃的东西。 OK， 你们看看，然后拍完这边呢我就要去开始吃了哈，我就不要拍我先了哈。好了，今天我就要开始吃了哈。现在我先吃我的 cold cut 先，首先是有冷的 seafood。Round two， OK， 这个是我的第二个 round， 是热的东西了，开始要吃这样的东西了。来，我们大家一起吃先哈。Ready？ Go。Round three。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胡桃，慢点，我要夹胡桃啊，龙哥，我要吃鱼头了。完了 ，four。现在我要吃的是什么呢？福建面，福建面没有面，只有很多料，看漂不漂亮。现在我又来吃 round four， round。
啊，现在呢是最后一个 round 了，就是甜品的时候，你看到吗？这个花花绿绿的东西，现在呢，我要开始吃我的这个甜品了。这个 buffet 呢，我觉得我给他打的星呢是差不多是三个半而已，因为它不是真正的 seafood buffet， 它只是属于是一个 international buffet。所以128，如果你用Maybank。OK， 它只有 20% 折扣，折扣到来是102块，啊，就是这样。好，现在我开始吃，等下我就开始做扣星了，拜拜。吃了 buffet， 我们就在哪里呢？吃了 buffet， 我们就是在同一个 G Hotel Kelawar Road 的 rooftop bar。OK， 我们会在这边喝了几杯。啤酒或者是alcohol， 然后我们才回家。这边呢是24楼，蛮高一下，很夜景，你也可以看到槟城的夜景，蛮美一下的哈。然后呢，在这边就是消费，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价钱，就是每一杯酒都有自己的价钱了哈。然后呢，不论你是忙的或者不是忙的，只要你想寻找开心，你哪里都能去，对吧？好，现在我们就在这边说声再见了哈，我要开始去喝我的酒了，拜拜。